为我发觉到班上所有人，非常非常非常多人都近视了，包括其他班也一样，所以我想要改变这个视力的问题。你会想怎么改变？做一本书让大家知道怎么让视力好。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视力不好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？就是看书看不清楚，可能走看不清楚，然后就不抱眼镜就看到了。先去望远视力，然后就可以让眼球转回去原本没有近视。所以希望你这次的行动会让对大家造成什么改变？我希望那些近视的人近视不要再加深，然后那些没有近视的人也可以知道怎么保护眼睛，不会让眼睛再近视。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到班上。就你觉得你的泡泡有很多还没讲到。